开始吧。刚才看到的，大家都关了视频。现在下面有。啊，我要。他手机。要吗？谢谢。Hello。对，今天聚餐了。今天是水，因为我们年底有那个聚餐的机会。对，我们刚到，好冷。谢谢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。哦，给我放这。哎，好。谢谢，反正我也没用，但我很想放。来、哎，你家，我来我这里。看看。好可爱哦！我的直播间是不是也？为什么永远看你？我就说要变萌，变萌妹的话，就是要在方琦的直播间里面。哦，阿皮，我的手机里面出现，我的手机太小了。好看的呀，你干嘛？你描图？你也可爱。但他是说佳佳可爱看的。好，你看这个妈妈爱你。你能不能爱别人家小孩？真是。你脸好小，为什么？你的脸才小啊！我晕啊！真的。你别打脸。凡尔赛家，对，他是这样的。哪里没有？不要互相谦虚了。不是前，你脸真的小。没有，就是遮脸毛挡住了。哦神经病啊！这个前提下怎么是甜的呀？人家说他口味的，我真的饿了，想要饿到我就不能说话。换一杯，有不加糖的，现在不加的。这个陈皮茶就是没有味道了，对，可以换一下别的饮料。没事，那个白开水熬在这儿，谢谢你。我好饿啊，救命！有这么饿吗？啊，我晚上没吃饭啊。吃听到没有？唐一家晚上跳公也不吃饭。谢谢吕桂成的圣诞。所以说你们说今天说聚餐，我第一时间马上飞过来，马上吃，我饿，不然我回去还得我吃了呀，我怎么可能没吃饭？我今天吃了小馄饨。啊，谢谢九九的圣诞，这怎么表？好像眉毛大了，看着不习惯。脸好小，怎么可能？1.5次，啊，谢谢简单式的圣诞。还没点，要12点开桌才行。现在就是在等着。没关系啊，没有人知道我穿裤子，就除了你们知道。笑死！没关系，在这里也不用见人，没关系，就是太冷了，你知道不？等到我穿。谢谢陈梦思豪的圣诞。周末就是要12点。就是没有粉丝，知道吗？这边对，就不用见你们就没事。大学生，我是说我不吃播了，等他们来了就关了。谢谢，等他们来了就关了。不吃播，不吃播。有脾气的啊！谢谢渡边淮安的圣诞。我这个是不是很可爱？这个发饰。你可以装下口罩啊，小姐。啊，谢谢。那你让我手，我没有开。真的是很白，但是你没有我的，就是那个瘦。没有看瘦脸啊！谢谢简单的小粉丝的圣诞树。你才丑狗！谁骂你？他骂我。好过分啊！对呀，太过分了。12点又是69。值一下还，值一下吧。谢谢你的糖果，佳佳要值了，佳佳。我本来就是要值，做直播。啊，谢谢。是不是有架子？谢谢。哎，你好，有那个架支架吗？有那个手机支架，是看电视的，没有那个一起来的。哎呦我去！嗨，坐那边。对啊，我本来也想坐那个。对，我也是，我刚刚就看上。是吗？特别我们当时在看旁边一桌呀。对呀。肯定要看两桌的。不用啊，我这个小桌几个人没来？有几个人没来吗？能挤得下吗？过敏。那个灰灰，然后哎，你们可以的话我们就挤。
一下的一桌，对，灰灰王的玩，那个就是很可爱的，我们那个了，对，是这样，我们那个饼饼，我觉得那应该挤一下，我们挤一挤吧，十二个人。一边坐三个，可以，挤了十二个，可以，没关系，一边三个，一边六个也行，六个吧，挤一下吧，六个吧，挤一下吧，聊个天都隔着，一起吃嘛，一起吃嘛，不要坐两桌了。而且我先跟谁撒娇啊？跟你，你少来这，我不吃你这一桌，他不吃我这一桌。我们一起挤呗，就挤一桌，去挤西西，我就坐这儿，我也坐这儿，来，我跟瘦子坐，我们三人一起坐，很好。什么？你说瘦子和我胖，然后我们来一起直啊，直啊，可以直啊，直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在挤。他们都已经就是不就是习惯了，都不理我了，对。谁说不理你？谁不理你？不理我。我刚刚说了坐一桌，他说让我不要撒娇。来吃，哦不，来播，来吃，好了，已经开始了。好，这里。哎，小姐姐，不是我，其实我刚刚没有在撒娇，我就这样讲。你看，我摆弄在我这儿。来挤挤这边，好，挤挤这两桌嘛。可以坐一下，坐一边三个，这边三个，没关系，可以的。我这两个吗？有空间吗？挤一下。你实才不这有吗？挤一下，对对对，挤一个双人桌。现在为什么要撒娇？没有坐包间吗？好啊，我们有钱可以坐包间。小点声，小点声。走吧，走吧，包那个间了。包间。12吧，应该是。我们有钱，笑死！队长说了，队长说我们有钱可以包间。队长说的，队长请客，不是开玩笑。那确实，今天我也要先给钱啊。队长先垫。然后拿着发票去找公司。哇，好可爱！真会讲话。真的很可爱。怎么你们在我手机里都这么可爱？我也觉得你的手机好像比较美。对吧？又美白了，谢谢你的奶茶。我好像那个皮。换了厚衣服，我实在太冷了。队长有钱，公司有钱。走，走了，那你们走了，一起走。东西在齐啊。没有，这款的就是你们要的。还管的嘞？哦，咱们奶茶。管的。那奶茶没了，帮忙帮我丢一下，谢谢。忍不住，你不吃我这套，吃，是你这套，吓死我了，吓死你了。我要把那个小凳子笑死了，改天凳子给你。哎呀，我都没被抢，我在这里。啊，我也是。再弄他几个凳子。我买几个来着？你们在呀？还是这个东西里面有？对呀，没事，咱俩加凳子，咱俩玩抢桌子的游戏。我们去挑凳子东西。换成小凳子可以吗？够，可以。换成小凳子，小凳子可以。这么过来，你哪个国家？你就换小过来的人，带小凳子过来。我因为我手拿走了，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钱拼在一起，然后不好意思，大家看直播就是因为我的手比较抖，所以就是只能这样直播了。对，就是我这个人有一点点那种就是手抖的习惯，然后拿不稳就是这样子的，没办法。对，或者我刚刚把手机放好吧，我光可能十二点之后才。我灯，我快黑海了。你灯完，你要黑海了，你也不让我们灯。我快黑海了，就是今天这次结束我就黑海了，真的。我也想灯，我就怪你上次不让我灯，我都退出银海了。不要十二点以后才能灯。为什么？我金海都变银海了。哈哈哈哈
欢喜到黑海接了两年。请问黑海有什么区别吗？现在还卡吗？现在打一架没打呀？就是如果还没有，还差一点点到黑海。不是啊，今天是十点过后就有吗？不，是周末是十二点以后。十二点，就是平时是那个对。我上次那顿金海应该回来了，但是我这人没吃，会不会有点吵啊？哎，我还不知道你们了，我要走了，准备好了。这儿，对，你看，哎呦，还有冬天的小野兽。我晕。看都在吃，看。我们不能团建吗？我们就是有团建经费。可以，完全没问题。我们队很热闹，确实。直接去哪？我真的外面好冷，我的鼻子都冻红了，我一现在摸都是冰的。眼睛漂亮吗？今天妆好淡呀，我觉得。你们灯好没有？不想点菜了，家人们。我们还有三分钟一分钟，你们再等三分钟是比赛。我要就是这样，我这裤子很可爱的，给你们看。给你们看，我的裤子是库洛米的。看到没有？是库洛米的，很可爱的。这个裤子是库洛米的啊！我穿了裤子，可以掀裙子，没关系。我晕，我穿了裤子，对，我给你们看是库洛米，看到了吗？是，它是库洛米，很可爱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很可爱。然后它还是个爱心，这边。你转推了？没有，就是因为它是黑色的，就是比较耐脏。对，好了，看完了。没事，就是说非常的惊讶。那纯黑色肯定不会。那年末的一个惊喜。哦，真的，对。我也有买布丁狗的，但是就是今天晚上下雨，不想布丁狗变脏的，然后穿黑色的。怎么可能？今天不可能吃到衣服上。什么林娜贝尔分贝？林娜贝尔芬儿，为什么不是分贝呢？偏爱库洛米，就是它黑色的，它耐脏。对，有人说我运动鞋很脏，但运动鞋就是应该脏脏的，不然怎么叫运动鞋呢？运动过了之后就会变脏啊，很正常。对，美乐蒂的裤子也有粉色的，但我已经有粉色裤子了。什么啥都吃、啊，想帮我洗鞋，哇！啊，那你帮我洗鞋吧，我也想有一个人帮我洗鞋，我自己不会洗。纸巾我可以。我做过啥运动？我排练，对，我跳公演。京东可以洗鞋呀、啊，好麻烦呀、啊，对。脏了直接扔了，我又舍不得，因为我觉得这鞋子很可爱，上面还新带路。好，零点，我要登录。晚上还吃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到点了，快几点？这个角度我喜欢，是。哦，稍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开卡。对对对，再过一分钟先。好吧。好了，你喊我哦。好的。送干洗店，好麻烦。我跟你们说话语气不是这样吗？一样的呀。就是很麻烦。其实我有很多双运动鞋，我跟你们说话很凶，哪里很凶？没有，我跟你们说话也是这样。我以为你是哪有凶？我真是无语了。就是这边的，就是刚才那样，我每次跟你们讲都这样，我一副被亲的样子，哪里有？
的。十位是吗？大家随便吃，你有没有请？好了，好了，我请了。那你请吧，你请吧，谢谢。有钱吗？请大家，咱们两个永远都是最慢的，舍得吗？我们今天龙源一起来的，哪里单子打车了？不要帮我们加油。好了，点吧点吧，谁要点啊？我来，添加大家的感情是吧？今天我们是一个朋友。什么什么软柿子捏我，无语了。最后加语气词，我跟你们讲话不是这样吗？大家晚上好呀，对，吃饭了没有呀？哇，今天真是太开心的啦。对，你看不是都这么讲话了吗？啊，真的是，你们就喜欢语气词不是加了吗？我平时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对，不然怎么样了？今天声音不对劲，怎么不对劲啊？对呀，你好可爱呀！我就是这样，平时就是这样子。我没有做到，我晕了。平时就是这样子。我好累啊，把它放下。快，大家快冲！那个水进去吧。啊，没关系，它可以立得住的。我怕坏了，手机最重要。啊，谢谢。肥羊，吃药了，吃药了，肥羊。哈哈哈哈哈。在激烈的点菜，那点菜就是要讲。我哪有，我平时可能就是会讲这几句话，但是我也没有就是特别那种。对，我要脑花加一个，几个脑花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我哪有这么讲过，没有这么讲过。OK， 我哎，我帮忘记喊，我忘记喊。哪有，对你们很温柔的好吗？你们先点自己想吃的。哎，你们怎么不说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？比如说你们说，你们说我不吃饭，我说屁嘞，哪有，对，那我不是应该这么回吗？不然我要怎么回啊？那你们说啊，你们说就是发现你好可爱，可以给我比个心嘛，我肯定说滚呐，那不然呢？对啊，不是很正常吗？那看你们说什么。对，什么还有什么那种就是啊，你好可爱，好，你好可爱，可以给我一个亲亲吗？我没有，我是说那种面对面的那种，一进来就逗我，故意的那种。对，那这样好吧，下次握手会我一进来就你来了，好想你，这下次就这样子可以吧？对，好不好？真是说好了，谁跟你说好了？没有说好，我是说对呀、我玩不起，买机票，无语了。我反悔，我开玩笑。不算。我点了，大家女生都喜欢吃，不是，不是这样玩的，不是，不要被我误，不要误会了，就是开玩笑的。我刚是，我晕。不要这样，你是就是我觉得自己最正直的粉丝啊，你不能被带坏啊，不可以。不可以，对，不可以，你是最正直的粉丝，不可以这样。对，我嘴炮大王。你正直。你最正直。这个名字就不正直。哦，两个辣锅，一个四个番茄，怎么会今天只有一个锅？
等会儿，我们今天这么多人，等会儿点菜。我们两个说点，我们其实我觉得你点苹果，我点菜的话，你点什么苹果？就是说点两个锅，我们俩点四个，这个男的菜他现在再多一锅吗？待会儿给我切了，我看看。对的，这个房间是不是坐不了？因为咱们那个大的房间。这里我最正直，你们就是，然后就是李归成第二正直，其他人就不怎么正直，其他人就比较那个，就是自己心里有数。对，你看他说转发，他跟我说转发，我伤心了，我的心 broken。大哥比我正直，好吧，那大哥比我正直，我第二正直。什么弯的？伤心啊！这个你，我怎么可能在圈外呢 ？Heart broken， 心碎了。我怎么可能最笨？我最正直。可以可以，把这里打开，你在那边，但是这是要点两个锅底哦。可以可以，可以啊。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。听不懂英语，你听不懂英语。对，他天天喊人爪吧，很粗鲁。你倒数第一，倒数第二吧，倒数第二吧，好吧。对你倒数第二，没有人敢称倒数第一。除了熊，除了这个小熊，对。今天是我的温泉家吗？好难哦，因为我出微信在干嘛？没有学历专业，不专业。又正又直，马新月，你把我的电视给弄走了。你拉好了什么？值得开心的吗？那我赶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还没吃呢，要现在吗？要。我要给你还给你。结婚了吗？对，出来以后要好好做人，就是重新做人。对，争取下次不要再被关进去，赢了就开心。我赢，你开心太简单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点了那三大锅，它里面有花椒，你点出来吗？没有。那就不能是超级麻。不要叫琪姐。我不是要跟他弟弟的，不喜欢。谢谢奥利奥的圣诞树，我好想留进去啊，谁懂？我不去吃，还没有啊，我还没点菜。谢谢小熊的圣诞树。我们不能挤在一起吗？坐在这里吃吗？可以吃药。我觉得咱们可以。我吃药。我是觉得。直接吃的，给我兑水呀。什么？什么？我也想要。我刚刚让邓慧帮我点一个生鸡蛋。就他们点什么，我吃什么就好。好苦啊！我就是什么呀？我觉得小熊比瑶瑶可爱。没有。瑶瑶也可爱。那瑶瑶吧，下次就。他的 ID 好，库马，好可爱。他，你英文名真的叫库马吗？我吃好少，我吃了不少，我可以吃下一个锅呢。那我直接把锅底给吞了，不是？笑死，表演吃锅底。不不，我嘴胖了，对，没有立 flag 这种事情。但是我真的会吃锅底的，对，我很喜欢番茄锅，很喜欢那个猪肚鸡的锅。喝汤就是很好。现在觉得炒现在都没有什么，我是想说，待会儿我们放下灯，不改过去那边吃吗？我们这儿好高级，几个好。对，猪肚鸡汤也好。谢谢你的糖果。
们好累哦。不改了，我们坐一起。点手机来。我刚刚又想开一个包间。不是牙疼。可以喝光了，厉害！我们定个时间，哪有天天喝？我们定个时间吧，12点半一起下好吗？好。好的。说太久了，小暖身子，我只要一喝汤，我就开始流鼻涕，真的。我今天吃小馄饨也流鼻涕，我现在也想流鼻涕。这里是改了一个，我觉得20吧，你寒气死了，好了，真的想看别人流鼻涕，好变态啊，我晕了，我没感冒，这个换成这种但今天光腿真的冷爆了，我晕了，太冷了，没有这边靠谱，因为我不觉得这么冷，我出来才知道很冷。明天晚上有排练，对。就是我不知道外面这么冷，对。我看了天气预报，但我不知道光腿会这么冷，对。但是没关系，反正在户外待时间不久。今天是因为出去做核酸才冷到了，不然的话就是如果去剧场就不冷，对，没关系的，对，去剧场是可以，就是没那么冷。反正马上就上车，马上就到剧场后台了，后台就有毯子，就暖和。主要是懒得穿那个就是厚的那个裤袜什么的，好麻烦。那天气预报大家不都是看个数字吗？大家都站起来。对，后天是电视台外务，但很少。哎，等下没位。哪有？我去上海一定穿的暖暖的，真的。我们轮流。我发誓。我去上海一定穿很多。对，我带上我的厚裤。零下了，我晕，这也太冷了吧？那我要穿什么？哇，零下我不可能光腿好吗？不可能，那批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看到我光腿。对，看到我光腿就是因为光腿神器太自然了，羽绒服啊，穿成熊，笑死，一整个火起来。我穿裤子的，嗯。我也聊天，主要是裙带有点夸张。说了这个可以，我这个门的，两个故意拉绒的裙挡风的，好重啊那种，看上去又很暖和。那我只能穿我那件粉色的小熊的那个羽绒服，我知道可爱也很重要的，但是我现在觉得很热，借我，你穿过的衣服再给我穿啊？裙带有点难点，可爱也重要啊！我穿那样肯定不可爱的呢。嗯，好，那你快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班，但明天可以睡懒觉。有新的，不要你，我就是有外套穿没关系，谢谢你啊，可不可爱？我不那样穿，你不要把我绕进去了，对。给瑶瑶的，原来是我不要的才给瑶瑶啊！瑶瑶只能要我不要的东西。哎，我这边就听到光琴的声音，大家就欣赏光琴。笑死！我看看太高兴了，你是好想这么重，别出来了，你还得把它塞回去。不会感冒，真的。如果我感冒的话，你们就是猪。去接他，就是带点好吃的，毕竟他在里面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。猪的偶像是，好像不太好吃。上升粉丝怎么上升了？我也可以换几个包吧，这个更对，换成那个小板凳。来了，姐妹来了，姐妹换。我要换成那个小板凳。这边会好看一点吗？我
觉得这边不顶光，那边顶光，这边算暗一点。这里有一些氛围光，所以这个氛围光。我不是猪，我不是。我这回就要学黄鼠狼讲话了，我是可爱的小兔子。只是火锅，想吃点别的，每次还得要去。衣服，咱们衣服要不要多带点？为什么期待跨年？放到我隔壁这边吧，你看我没变了吗？啊！我怎么还是小兔子？对对对，他不会取消的，他不会取消的，等会儿再换点。我刚打到手就没电了，我是。iPad 就充电吧。看过了，看过了，看过了。为什么兔子不来访？看吃呢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不是小兔子，只有小兔子才知道小兔子爱不爱吃。吃一直在这里待着，不知道吃什么，因为大家也不爱吃粤菜。我们队，你居然养过兔子？天哪！怎么什么都养过？我晕了。我大肚里是光。衣服吗？这里呢兔子会变超级大，那还是小兔子。眼睛开单眼特效，没有眼睛就这么大。养过猪，真的养过什么猪啊？这种荷兰猪吗？就是那种小乳猪。见面就叫吗？对，吃日料。我知道，就那种宠物猪。日料还挺多，但是并不是所有。什么？你要说我啊？哎，太过分了！我还是很认真跟你们聊天了，我真是无语了，聊不下去了。不会减肥吧？他好像。不会，前面所有都是在说我吧？我晕了。他也没来，王子等着明天吃。不跟你们玩了，真的没意思，聊不下去了，就这样吧，拜拜，关了。韩国烤肉是不是格局也有一丢丢小？有无声息？对，聚餐的话，你们聚餐我们要必吃的，我们就多点点。我才反应过来，我醉了。有土豆吗？我想吃土豆。但是他们又没有。然后你给我吃毛肚，我都点了一份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我还没点呢。不是重点了。黄桃鸡。太卡了。啊。不好意思，你先上吧，我帮你改吧。那杨元先来，我来点。我帮你们把币点。我来点。杨元先点火锅币吃吧。对，杨元先点，然后我来点其他的。一些熟人不认识，到底的啥？也是比较放心。最后三首差不多，最后三首。我不是很爱吃，主要是。30下，还有一分钟就要下播了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姐姐说时间到了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喂，姐姐说时间到了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喂，喂，怎么听不见了？喂，喂，喂。是一博士说的。喂，好，我是你。手机没电了。杨可露一声令下，杨可露是灭霸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卖钱，我全都印了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我去吃饭了，拜拜。我率先下播，队长做表率。队长先下，我也下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谢谢谢谢吕哥全送的生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生根，我也下了，我下了，我知道。我也下了，拜拜。我跟上，拜拜。